说西哥，我不得不说一句，您的节奏感太好了，这刚好啊，是吧？节奏感太好了，鼓点一加进来，大大增加了我演唱的难度。打扫干净，人科买的屎，会非常的喜庆，但是啊，费劲儿。哎，你们检查一下装备，我对一下我们现在的器材。阿月，你帮我稍微点一下那个装备好不好？好。卓西，麻烦一下那个水，每部车放两瓶好不好？轮胎应该都是新的胎吧？我把车子贴个号码好了，免得编号的时候大家看不出谁是谁。因为那边是综合地形，它很多时候会穿越戈壁、沙漠。为了安全，我这几个哥哥我都要把保障好啊。所有东西都宁可多做。哎，阿月，对不起，你顺便记一下，摆了什么东西进去？好。餐具、脚踝的束带应该没了，差不多就这样子了。齐哥这边应该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